说起以前吕家威，充满了歉意。一班人仲去伤害人，之后13岁就俾人判咗入疯院。他曾是让父母头痛的孩子，如今诚心忏悔。我会改过嘅，整个人都变晒，咩都啊走啊咩都全部冇人，翻到去就同我洗脚，我好感动。呢個改變咧係呃唔到人嘅，即係佢家人曾經受過傷害都好咧，全靠特恥制幫到佢呢個人，令到佢重生，令到成個家庭都重生，咁呢下我非常之感動。香港社区岁末祝福，浪子回头的见证触动人心，共同回顾慈济大藏经，散布在全世界的爱同样让大家感动。慈济每一个师兄师姐咧都好用心，好用心去做一个每一个救灾嘅工作。我自己觉得世界各地嗰度咧，其实系喺即系救苦救难。我觉得其实系就系好似观世音菩萨咧嚟到呢个人间咁，同埋慈善呀。启发心中善念，共同为世人祈福，盏盏心灯照亮彼此，也让世界会更加温暖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胡美珍、李建平、卢志德，香港报道。